因为其实我跟徐阳节目之前就认识的，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就是性格就特别特别合，想什么都给他的那种感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爱吧。刘宪宁，我说了所有的谎，不是你全都相信，不认识，简单的我爱你，你却老不信。他没有跟我一起生活，我会觉得这个团少了点什么。我不想伤人，因为我习惯喜剧收尾。知道我干嘛？他那个增高鞋垫你知道吗？是变成了拖鞋，变成了拖鞋那么厚，就是现在就是崴脚吗？没有脚后跟。醒来了，梦散了，你我都走散了，情歌歌词何必押韵？就算我是 K 歌之王，也不见得把爱情唱得完美。最近我有点累，每次去不同的通告安排的时候，都想看见你。希望你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希望你遇到任何困难和烦心事都能想到我。我叫徐艺洋，来自四川南充。梦散了，你我都走散了，情歌歌词何必押韵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0学员徐艺洋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0的学员刘仙妮。情唱的完美，只能说我输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高台宝的徐艺洋。大家好，我是那个招财宝的刘仙妮。我们的回忆没有皱褶，你却用离开。大家好，我是一闪一闪的徐艺洋。各位创始人们你们好，我是八号刘仙妮。你的不安的你信任，我却得到你。获得撑腰王的是徐艺洋。下一首歌是每天起来唱一遍，这首歌的中心费，这个中心费就是刘仙妮。现在请播放我们的最后一首歌《怪女孩》，所以这位中心费就是徐艺洋。我终于回来了。我们的回忆没有皱褶，你却用离开烫下句点。以第六名的成绩成团，恭喜。